青椒、土豆、猪肉。你吃什么呢？你先解嘛，我等会儿看一下菜单。你跟姐，你跟那个姐说。姐，哪个土豆和猪肉的？我昨天吃的。昨天吃的。土豆和猪肉。啊？在说什么？他说什么？你好好说，你再说几遍。吃豆，吃豆，青椒，它二的青椒，对对，土豆片和青椒和猪肉，还有猪肉。猪肉。又明白了 ，OK， 吃的很好。再来一碗饭。对对。狗屁王二代。他干，贵。不贵。他干活的。可能3000呢，3000呢，国密的，国密的，贵。嘿嘿，啊你为什么？你去给钱，我没有钱，我也没有钱，你去给钱，我也没有。Nice， 哎，骗你大鱼。买了这个就不用再充钱了。充钱？你又充钱了？对。妈，票安排的，这都都给抽到下就行了。天天出钱，你说了不玩的，二的不玩不玩的，现在呢？你啥子天天存钱？你哎，没办法，那个皮肤多少多少存钱？5000。5000？卖么5000？啊？天天存钱5000，一个月是多少？95万过来。他个押金，一个月怎么押金？过来。他说跟那讲，我把我旧的 iPhone 13拿去卖了。哎，卖了吗？对呀、啊，卖了4000多呢。我是钻老用户了，每次体验下来都很不错，下个单就能来收。关键是回收价很公道，打钱又快又干脆。总之，听我的，回收平板、笔记本、摄影器材，去钻钻就对了。哎，好了的，好吧。这是什么？你买5000多？嗯，而且他都有钱。啊。我要比你买贵的。没有钱了，已经。你天天是没有钱，天天凑钱是吧？我服了你了，我是老大、啊。中国大妈让我的日本女友介绍闺蜜。那女朋友好漂亮啊！啊，你的女朋友好漂亮，是女朋友吗？冬天。女朋友，女朋友。嗯，你的女朋友好漂亮、啊。有没有20岁？有20了，再来一个。二十几啊？21。小宝啦，18岁。18岁。谈恋爱，他不是中国人啊，他不是中国人，日本的呀。嗯，你们是在大学同学吗？对，我在日本留学的。哦，带回来的呀。嗯，带回来。日本呀，就是说日本的女孩子，她要求高吗？没，不高啊，没要求。宝贝，你那边还没有有没有朋友啊？就说你家过好朋友这些。看着我们啊，就在家，就他嫁到中国来，很多有朋友，很多嘛。我给你看呀，我小儿嘛，他在上海，您在研究院上班，上海工作，他就想找一个外国的女孩，他说我们中国的女孩太现实了，他不喜欢。日本女孩现实吗？没有彩礼什么的。婆婆阿姨给你看一下我的小儿哈。什么？我说没有彩礼。有，我的话有。这个是我小儿。啊、嗯，他说你1.77米的个儿，这不把你的闺蜜好朋友给我带一个过来吗？他在上海宁德时代，就说搞那个汽车的驱动开发的，搞软件呢。听到了，让我带过来的朋友。闺蜜对，说干是这样给的。阿姨加个你的微信。啊，行，那会一点中文，会一点中文。要学会了，那你妈妈接受吗？啊？妈妈喜欢吗？嗯，我妈挺喜欢他的。妈妈做饭太好吃了。哎，他妈妈做好吃吗？嗯，你喜欢我们中国菜？嗯，那阿姨也会做饭了，到时候也会给你做好吃的哟。对，到时候你给我介绍过你的朋友过来，我还结婚了，我还给你封个大红包。好，可以吗？听得懂吗？大红包。啊、嗯，对，封个红，阿姨给你做好吃的，给你封大红包，而且有时间我还给织那个毛衣，毛衣都是穿在身上的毛衣，手工织的，手工织的那种。厉害、嗯。阿姨是2个儿子。哎，你说好不？嗯。大红包啊，这个对，干嘛呢？大红包来、啊，我给你看的就是这个小帅哥哈，就是这个，28岁哦，28，比我大哦，你也找个可能他女朋友比你大的那种嘛，可能你们家要有姐姐呀、啊、表姐这些都可以，嗯嗯，这样小乖小乖的，谢谢没事哈，啊，要是我加了你男朋友的电话以及微信，好，拜拜宝贝，拜拜。哎们，哪来的闺蜜呢？啊，我怎么不知道呢？
闺蜜有男朋友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三个人的爱情太难了。三个人的爱情太难了。嗯，我太难了。当日本女友想养兔子。我手机没电了，晚上给你买。没电了。晚上给你买。带什么？晚上给你买，我没电了，先回去。晚上给你，可以吧？我现在买。晚上再买，走吧。麻辣吧，麻辣。你没买过吗？没买过。我女朋友想要兔子，给她买半只。你确定是这种兔子？手撕兔。Nice。你的兔子，我给你买回来的。真的假的？快来！这不就兔子吗？你说的兔子我给你买的。烤啊，烤两次吧。晚上一起吃半只，特地买了半只呢，我怕你吃不完。兔子好可怜。啊？骗人。干嘛？你不要兔子吗？这么可爱的兔子放吃吗？先回我房间，等会儿吃饭。不可爱。这是你小时候的痕迹吗？手。好多人说的啊，蜡笔小新。你们挺喜欢蜡笔小新的。嗯，让我看看有没有你的小秘密。我有什么？快！哎，打美。嗯呢。这是男人的奥托科诺西米斯，男人的秘密。还有谁呢？这有什么的？好多好多阿姐。这好久之前买的了。好浪费啊。那不如挂咸鱼卖的吧，我看身边好多朋友都在用咸鱼出闲置，正好我也把闲置处理下。这个苹果耳机还蛮新的，苹果耳机平板就都惊喜价挂上去。另外这些买虫的手办联名篮球就都挂五块一个好了。等下这面的化妆品的 necklace 吗？一緒に呢？好呀，那这些闲置我们就都挂上了，大家咸鱼搜我不是黄毛就可以找到，记得关注一下，后续还会持续上新，你们有什么不用的也可以上咸鱼卖闲置赚钱。嗯那你吃太多了，我自己去吃。嗯，不行啊，不可以吃，这是我的兔子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你这是干嘛呢？关你屁事！说什么呢？啊，关你屁事！别搞！说这个干嘛呢？回家呢？呀，不要回家，我不然后不。很晚了。睡觉了。十一点了，快点，走了，走，人家要睡觉呢。嗯，好啊。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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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，回家。好，你下次再玩吗？下次的。好。拜拜。哎。